继续是来自大拿电的消息，大拿万国戏院、老戏院因为消防检验等因素被迫停业，一当了后，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启动文化资产保存天书，正式登录为历史建筑，和珍贵具有意义性的场域，会当继续的保存，并且重启南台湾百老汇舞台秀呈现，每礼拜六拢有精彩的节目开演。大拿万国戏院是老戏院。因为消防检验等等的因素被迫来停业，一年后在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启动文化资产保存证书，正式登录为历史建筑，让珍贵具有意义性的场域得以继续存续，并重启南台湾百老汇舞台秀的呈现，每礼拜六拢有精彩的节目开演。这戏院呐，不只是戏院。看电影，它还有很多相关其他的演出，所以未来的活动里面，我记得看到这个文化馆局给我的资料也有黄俊雄的布袋戏，那也有方三亮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强的歌曲的很多的这个作词制作人，还有我们的这个谢顺福是我们诸葛亮先生的公子，那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会来这边很多的规划，我们希望未来的一整年可以带给大林周遭地区一个万国戏院一个再度的回忆，希望给万国戏院赋予它再度新的生命。万国戏院这代志吼，大家拢开始咧注意关心，先注意吼，即马咱安尼甲修复了后，或者咱会再搁甲分两部吼，投资1000万的。经费爱咱来办足济吼，咱每年的即个活动吼，互有较济咱的大人爱咱来遮吼参与吼，来遮吼安尼的心吼看表演吼。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活动吼。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县政府跟县长吼用心努力的带动吼，我相信讲。咱规年的一寡即个活动吼，我相信每一个活动吼的内容，方面的表演的人吼，都是让我们一定吼会。由文化部嘉义县政府指导，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主办的万国百老汇活动，自即日起到2020年10月底，将努力办理30场，集结资深艺人甲新秀献艺的万国歌厅秀。谢谢新闻，蔡明东，大拿电台台湾报道。